坐着。警方到场，被打到头破血流的驾驶情绪激动，频频指控，另一方也怒气未消。民警赶紧将双方隔开。清晨4点多，新北五股一辆白色 BMW 在新五路二段打了方向灯切换车道，突然停车，后方海产店的货车闪避不及撞了上去，双方下车理论，没想到海产店的同事刚好送完货经过，见状也下车支援。28岁的郑姓 BMW 驾驶见对方人多，拿出美工刀理论，爆发4打1扭打冲突。 BMW 驾驶寡不敌众，被打成猪头，头部受伤流血，货车驾驶手部虎口也遭划伤，大批警力也立即赶抵处理。全案警方依妨碍秩序罪制作笔录，并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。单纯的车祸竟演变成打群架，双方各说各话，全被带回警局调查处理。记者黄天耀、彭新美新北报道。